为卸下数字媒体业务的包袱，威瑞森以42.5亿美元现金和7.5亿美元有限权益的价格，将旗下媒体业务出售给阿波罗全球管理公司，同时保留10%的股份。预计这项交易将于今年下半年完成。2015和2017年，威瑞森付出近90亿美元的代价，先后购买了美国在线和雅虎，希望打造一个稳定的数字媒体品牌。但在数字广告市场却完全无法与脸书和谷歌等科技巨头竞争，最终不得不出售其媒体业务，及时止损。新唐人记者乔安综合报道。